不分对错黑白管，正义魔人根本另有目的。九个月啊，监狱了多少件？7960件。太扯了！一个月可以赚8万，可以买车买房。哇！不要脸，说自己台湾好媳妇。婆婆有说吗？她是喜欢你，有专门挑衅的魔人，很多人靠这个生活。给一笔和解金、赔偿金嘛，好，一个人2万就好了。那10个人就20万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《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》。